是我的尿有营养。不吃不吃不吃。要什么酱啊？沙拉番茄、青木酱油。小凤啊，哎，又在干活啊？对啊。这是淋红薯吗？红薯也淋啊。哦，这韭菜别淋了，先别淋了，不淋都先休息一下，不淋都死了。什么？先休息一下，休息啥？没时间了、啊、过来过来过来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手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放地下，这地下有蚂蚁的哦。地下蚂蚁啊？这地下有蚂蚁的哦。我帮你拿，我拿。你拿个瓢过来，瓢，放瓢上面。对，这个是你喜欢吃的那个酸野，广西特产，反正就是。嗯。你带上这个吧。我不带，我手湿了，你带吧。那我先不带。这个是酸的。然后你喜欢吃的，上次你不是，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葡萄。葡萄啊？嗯。买这么多啊？这个呢？还有这个是那个美食街那里买的那个寿司。寿司啊，这个是寿司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，我先。哇先，这个葡萄这样子的。啊，长长的。好大一串啊。我拿一个给你吃啊，你吃下尝尝这个，喜欢不喜欢这种啊？嗯，这寿司啊，我来给你拿一个给你吃。嗯，好甜，这葡萄很甜，甜到心里面去。尝一下这个呗。嗯，别搞到我的韭菜了。哎，不会踩到的。尝一下。我这个吞进去去。好漂亮啊，这个。是啊，五颜六色的，是吧？有紫薯味的，又松。嗯。椰，这是椰油。每个味道，给你拿了一个，尝一下。一口吃下去，要一口吃的，这个分开吃没有味道的。嗯，你也吃啊，我吃一个，我也尝一个。嗯，这个我也会做啊。你会做啊？会。我不知道这怎么做的哦。我会做。一口吃一个。吃。嗯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葡萄，放下，等一下我再吃。我比较喜欢吃葡萄，这个葡萄酸酸甜甜脆脆的。你上次来不用带东西了，破费啊。把这个吃完。我等一下，我先吃个葡萄，我喜欢吃葡萄。嗯，这么热的天，在山里面是吃不到这种精致的东西哦。这个呢，我知道你在村山里面，然后也吃不上，然后我就想啊，看到那边美食街那里有这个卖的，我就说，哎，给小凤买一点带回去。你之前给你尝一下。你之前是不是经常给你前任买这些东西？啊，吃什么就他想吃什么，我就会给他买。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他都跟你分手。对女孩子嘛，肯定要大方一点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买他吃过的东西给我吃啊？什么他吃过的东西啊？他都分手那么久了，他之前是不是很喜欢吃寿司嘛？我不知道，我没买过他，没有买这个东西给他吃过，没有买啊。我还你经常买这种寿司给他吃的。其实我的话呢，你也是第一次吃？第二次了。第一次跟他吃的是吧？第一次是以前自己吃的。好、哦。他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吃过。可以。行。先休息一下嘛，先吃嘛，吃嘛。吃吃吃。我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能上，我吃不了晚饭了。尝一下这个。哪个？这么多吃的、啊，尝一下这个就是。我不吃这个。芒果。嗯，吃个芒果。嗯，芒果。嗯，有点酸了。是。怎么样？这两天活忙完了没有？忙不完了，在山里面。
这东西你喜欢吃吗？我不喜欢吃的，我看你上次喜欢吃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点。有点酸，这个芒果。啊。嗯。这种芒果是脆的，然后这种长长的是酸是甜的。啊。长的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，我就买了两种味道的。嗯。你拿这个黄的吧。可以了，可以，这种就可以了，不错不错。你拿这种吧。可以了可以了，不用吃了，就这个可以了，没事，吃这个就可以了，我可以吃的，挺四星的。那这有两种，一种是正方形的，正方形的是脆的，然后是酸的，这种是长的，是甜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知道买寿司，买这个，买这么多，买葡萄，在山里面真的是享受不到这种美食的，是吧？对。你要不要红薯叶？等下摘一点这个红薯叶回去，这个是纯天然的。你这个红薯叶子，纯天然的，都不够你自己吃的。够啊，我前两天还吃了，很好吃的，这个是纯天然的。我再浇点水，先放这里吧。没有蚂蚁的应该，看着就没有。没有，要每天都浇水，不浇水的话我来吧。啊？你先吃，我来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就好，你不会淋的。你不会淋，你不会淋的。给我来，你拿着这个吃。好好好好。嗯。这边要淋了。不是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会的。哎呀，是你的。我干活，你也别动手弄我的。好好好。你好好的旁边吃就好了，好吧。好。这边要淋了。啊。多吃点，看你那么瘦了，还挺四星的啊！买这么多都是女孩子喜欢吃的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我买这个的时候排队都排了好久了。要排队啊？是啊。哦，有心了，有心了，不错。排队啊？还要排队啊？是啊。这个寿司这么受欢迎、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？哎，反正就是好，很吃香的嘛。很吃香啊。我看很多人在那排队买，都是男的买给女人吃的，是吧？买给女朋友啊、老婆吃的，是吧？没有了，可以了，够了。要不要摘点红薯？真的，这个红薯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吗？对啊。家里面有没有？家里面有啊，也不用。这个很好吃，我不打药都是淋尿的，我每天拉的尿都淋在这里的。臭不臭啊？肯定臭。纯天然的，肯定比淋的那些打农药这些好。你看这些。长得多茂盛啊，都是我的尿有营养。不吃不吃不吃，算了，我吃。不吃不吃，走吧，先吃东西吧，我给你提的。好。持续关注小梅哥，下集更精彩哦。